TVB 马来西亚星光荟萃颁奖典礼2016获提名最喜爱 TVB 节目主持的包括森美、陈敏之、辛迪好戏王。辛迪好戏王，我对手不是人。嬲嬲猪啦，嬲嬲猪啦，嬲一二三 ，action！好似有哥咁講，有時木口木面反而仲好少添。係話，好似你咁啊？我邊啊？我樣一睇就知，成個小丑眼滑稽多啲啦。我哋嘅評判咧係好有份量嘅高人。冇錯，這個高人有三高。請即透過官方流動應用程式 TVB Star Awards Malaysia 2016為各個獎項投票。神級演技都要有你 Magic 一票，將演技與魔法結合，選出你最喜愛角色。